得佛法印故，通达无碍啊。比如说像三法印，这是法印啊，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极境。得到佛的法印，就能够通达无碍。就好像说得到王的印啊，那自然通行无阻了啊。好，那什么是法印呢？佛的法印有三种，一个是诸行无常，念念生灭。啊，一个是诸法无我，第三个是涅槃寂灭啊，或者寂灭涅槃。好，什么是诸行无常？这个行就是有为法啊，行就是有为法，就是生诸灭。行者之三界啊，意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都是有为生灭作法。先有今无，今有后无啊，念念生灭。它前后相续，啊，那不是说马上就巨变啊，但是还是有些相似，可得见之啊，如流水登雁，啊，或者是长风，长风有的是远风或者暴风啊，那这流水啊这样流，但是前面跟后面呢，或者登雁，前登雁跟后的登雁，事实上它不一样的啦。啊，但是看起来呢，相似相续，我们没有办法仔细分辨，以为是一啊，但事实上是有变化的啦啊。众生于无常法中，可是却起常的颠倒，以为有一个去者常住，那能够了解诸行无常啊，一切做法。无常，那就是佛的法印。接着，诸法无我，啊，一切法无我，诸法内无主，啊，没有一个实在的作者、知者、见者、生者、造业者，一切法都是属因缘。既然是属因缘，那就不能够主宰啊，啊，因缘一变化，它就跟着变化了啊，不自在故无我。我相不可得故，那我不可得啊，如之前破我品很多地方都有说过了。好，底下有人问，哦，为什么你说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？诸行行是做法，是有为法，有为法才是无常啊，无为法就不是无常啊，对不对？啊？那一切法无我，这里的一切法呢，包括有为法也是无我，无为法也是无我。啊，外人主要是问这个问题：为什么你说无常只限于有为法？啊，说无我，它通有为法也通无为法呢？啊，好，论主回答：不作法，无因无缘故，不生不灭。啊，像无为法，那。它不生不灭啊，它不名为无常，所以说诸行无常，说无常那只限于有为法做法啊。再来，不做法中啊，不会心里产生执着，不会颠倒啊，所以不说无常，可说无它不会产生我执啊。有人说。神是常变之相，啊，以是故说一切法中无我，有对峙的作用。好，再来涅槃极境，或者是极灭涅槃，极灭者是涅槃。那什么是涅槃呢？涅槃就贪嗔痴三毒永尽，则名为涅槃。三毒三衰火灭故，名即灭印。我们看角注31啊，三衰三毒之前也有看过五衰的啊，但是不同的版本有的注明三衰，有的写五衰啊。那吉藏大师在《法华义疏》提到，三毒是三衰的因啊，这说佛出城市门。知道
贪嗔痴是三毒嘛，那贪能够治疗，啊，嗔能够治病，导致生病啊，愚痴能够导致死。所以，如果从吉藏大师这样的注解来推测，三毒就贪嗔痴啦，那三衰就老病死啊。如果是涅槃的话，那贪嗔痴老病死这些都灭了啊，这个名为涅槃寂静。好，不然问啊，寂灭印中为什么只有说一法不多说呢？啊，论主借这个机会来谈三法印之间的关系啊。好，首先初印中说五众。初印就是第一个法印，就是诸行无常。说五众，五众就是五蕴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这五蕴都是无常啊。第二印说诸法无我，第三个法印涅槃寂静是说前面二印的果，就是我们体会到诸行无常，体会到诸法无我。自然能够得到涅槃寂静。好，这名为寂灭印。所以之前我们听到说法印，那我们要看经典是不是佛说，我们说用三法印来印证，对不对？它除了印证这个经是不是佛说以外，事实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。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得解脱？你要从哪里去判断呢？那就是看他是不是真正透彻到诸行无常，有没有了解到诸法无我，有没有让三毒永尽，如果有，那他是个解脱者，所以三法印不只是印证佛说非佛说，他也印证是不是真正的解脱者。好，一切做法无常啊，这谈第一个法印诸行无常，了解有为法无常，那就能够破我所执啊，外在的五欲啊，色声香味触都是无常嘛啊，就不会执着。如果说诸法无我，就能够破内在的我法啊，对我的执着。所以诸行无常破外在的我所，诸法无我破内在的我执，我所破，能够了解我所，那就是涅槃寂静。好，再来，行者观做法无常，就产生厌啊，厌世间的苦啊，既知厌苦。有的人又执着外界是苦了，可是有的贪着能观的这个主人啊，所以进一步再做观第二法印，知一切无我，于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、十二因缘当中内外推求知道我不可得没有一个神我，没有一个实在的主人了解到不可得，那就是一切法无我。那能够这样的如实了知，不做细论，无所依止，那就归于寂灭，那就是寂灭涅槃的法印。